禁止已读不回聊天室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西林娜一高。所有问题都不可以不回答，都哪儿找来这劲儿？真的是烦死了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喜欢七个字的。没错，就是成熟、知性、女艺人。他在范畴里，人生重在突破，不要被禁锢在范畴里。高田月下一次营业，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在下一次。小胖子，动物园里有大西姐，小胸曲儿，小脑腿儿，没发抹，我也没发抹，小妇女，小海豚，发福蝶儿，大鸡军儿。长颈鹿、大门石爷、小白雀、大带水、大木腿、大鲤鱼、小乌堆，可爱不？满意吗？这不都甜呀？算了，这事儿是你所愿，我得好好读一个。动物园里有大西脊、小胸许、小脑斧、没发怒、小福尼、小海豚、发蝴蝶。大鸡居，长颈鹿，大蟒蛇，什么东西啊？大蟒蛇，小白鹊，大袋鼠，大骆驼，大鲤鱼，小乌龟。下一秒不是我吐就是牛。不要再问我的马甲线了。他说了，他退休了，他隐居了，他出家了。上面涂上这个，说实话不健康，不要盲目学习。马甲线也未曾想过自己归宿竟是这么短的保质期。这个 EP 它最早最早是2019年第一首歌，然后最晚最晚呢是今年的3-4月份写完的，所以你要这样子说的话，有3年之久了，筹备了有，真的是非常呕心沥血。 Flat 为什么是蓝色？因为我们整体是红蓝配嘛，中文和英文，纯粹因为好看。你们太贪心了。你的名字叫贪婪。写小甜歌还是多少有些挑战，一年适配度很高。漏漏漏，人设要立好。现在变成他已读不回我了。上微博参与东方风云榜话题讨论，看嘉宾趣事爆料，一起来揭秘吧。我看成了，听说西林是爸妈生的，生病基本没去过医院，家里缺什么都不缺，不需要爸妈带我吃垃圾食品。民间谣言不可轻信，大概在开机的程度，还在欢迎。为什么想成为病人？健康点不好吗？不要为了伤害自己。一秒听歌吃东西。 MBTI 里的爱人都是这样。搞错了，前阵子举办了首唱会。哦，我亲爱的家人，你说的没错，当然可以更好，但也是相当满意了。最后一首歌，全场大合唱，太
其实没有要哭的，但是全程不哭有点不礼貌了。根据流程，咱们还是浅哭一下。比如在彩排的时候，曾经的想设计是在唱0411的时候，从沙发上慢慢的滑下来，然后在地上就是一个斯坦拍我地上翻滚痛苦的一个大动作。但是咱们穿的裙子就是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只能全程在沙发上面，就是坐起来再躺下去，坐起来再躺下去，坐起来再躺下去，然后再躺下去，再躺下去，影响发挥了，影响发挥了，这个的确是有的。行，心如刀割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呢？我也不想了。什么错？不知所措。这个我真不知道。真的是啊，爱你我不知所措。我真的瞎猜的。别是情书吧？难不成是结婚证书？愿赌服，这次是我输。这个真的不 OK， 真的不 OK， 这个真的不 OK。曾经听过，但就是因为它太不 OK 了，我就将它从我的大脑中删除了。我其实是一个很可以说怼情话的人，就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谢谢，我撤了，真的要撤了。啊，朋友，再见。